负二。决定把面罩解开一点，不然一定会起雾。我刚已经起来了，现在已经消掉了。你说正式复试，然后我是说气象预报。对啊，明明就正的。还好我没有相信他。你没有相信他吗？我有穿很多衣服，我穿了四件，因为我昨天觉得很冷，没有办法让自己。我穿很好，会热再穿。还好我穿的。我觉得因为你脚痛，运动量不足，所以一直觉得很冷，就会冷。才第三天，看到鞋就知道。那右脚的那个，右脚的脚筋好了，今天第四天了。你的脚跟要明天才会好。
包的人，背背包的人，就是他们真的就是要省这个拉卡，背上来就对了。仔细想了一下，其实我们比较适合滑的一直是左边那一道，它就是均匀的平跟均匀的陡，要不要都滑这里试试看？太痛了，左脚对不对？左脚嘛。那么快，你看他们上半身都没动，然后下半身折来折去。我自以为我做到，结果我也是这样。我弯的程度只有他们三分之一吧。我刚才在想这件事，但是那你要干嘛？好，那你就不用勉强，反正那4000块是政府送你的。你，好，你就走吧。我这次去走，比较不会痛的姿势，直接的单。
右脚有一点，完全就是脚在晃了。但是你要走左边，这边感觉
是均匀的倒没错，但是都是冰，也不是都是冰，你会觉得害怕吧？我就没有办法走好这边。对啊，你走这边吧。那你呢？我在想哎、欸。那段平路，哪边都没有办法好好。嗯。哎呀，又要跳大一下，怎么滑呢？不然你都练右脚侧降，右脚下滑。你都是专注这样子滑滑滑。要是被逼到右边的话，就一次横移过来，然后再滑滑滑，这样。因为我们两个的右脚都不确实，对，就只练右脚。你右脚不痛就练右脚，而且你右脚。要是真的有踩实的话，左脚到快要能抬起来的程度的话，左脚是不施力的，不施力就不痛。没有踩在它上面的时候都好。对对对，所以重点就是，你就小笑着说，你现在就只能。看一下我的嘛，我的，我昆明正常哈。正常啊，你的脸就长这样，你就专门练往这边转，专练右，专练左转。右转之后，移到最边边的时候有，移到那边，然后再开始练练练。放这个，现在是给什么用的？它有给剧用吗？没有。为什么有剧用呢？而且我还讲的是中文。我就觉得听过啊，但是。谁讲的？啊，对啊。下去的车。换了一首，
间里面有起雾吗？这种天气就不会起雾了。人还不多，看人多了会不会起雾？下面有一点，应该是人多开始的。嗯。闻到烧柴火。难道那一间是有在烧柴火的吗？那有一个炉子，但是我没有。对，饮水机旁边。我没有啊，我现在袋子拉很高，我的背包背在背上，不是腰上。非站不可啊！你不然过去，你赶快过去。过去哪里？过去右边啊，就像我讲的，只练右脚啊。他说一下车，我觉得哎，好还好。因为一下车全都是左转。嗯。对啊，专练左转，左转一定都还好。不要太快的去，不要太快的去，然后就再转个弯就到了。
我都在这边等好了。太里面了，哦，哦，原来如此，那我就在门口等。推这个。两次，花了两次了，十点吧，好像是十点了，十点，我刚好看十点了。半身不够往前倾的，那这样大腿真的都很酸了。好像很想听歌哎，又新的，是不是？你可以转。在华四次就吃饭了，短板。我好像第二次还是第几次有那种踩得好痛的那种，而且也是在左脚，而且是在上课。你说以前还有在上课的时候？对啊对啊，但是就三天啊，不踩不踩练不得，就还是踩啊。而且一向以来都是这里是安心脚。踩会痛啊，但是为了安心，我宁愿比较安心一点，就踩它，管它的。前倾，前倾，滑左边，然后一左弯一右弯，我就要停下来，我就要认真的练，因为连续的话，最后根本就是在乱。停下来开始，然后完整一弯，然后我都会停这边，因为我的这一脚是安心的。然后一开始速度会没那么快，右脚是快的，就强迫练右脚，就是一个 S 我就会停下来，一个 S 就停下来。我刚练的就是这样。就是 S 啊，还不是这样而已。S 啊，一次一次左转右转就是 S 啊。哪有？这样就一个。我停在右边哦，你是说不到那个？讲什么？你这样就各一回啦。你是说不是从左边到右边？不是，方向右边。我是说，你要。这样是踩左脚踩右脚结束了。对啊，这样哪是一个 S 啊，这样只是一个这样而已，很躺的 V。 我是弧耶，弧呢，
我强调的是我要滑湖的，我不是要滑湖翼的。湖的你还是，你说少 S 的头啊？你要真要这样讲，对啦，我要左边出发，右边的 S 啊，不止半个啦。上 S 如果是完整要这样，那我是从这里开始，至少上半身有一半啊。你要说这一个有多少？好了，上半身只有四分之一好了，你一定要这样讲的话，本来就不完整啊。等一下，你这样讲到一个重点了、欸。这样我的左脚也没有练得很齐啊，左脚的加速不够多。会冷吗？不会，完全不会。他们还在教。有在教。呼噜呼噜，小小的往下滑。在教八字形吗？还是在教侧煞？酸。
这都是教我们把那个重心点摆到这个位置来，两脚中间。对。然后还有什么鸭血蛇，我们都没做这样。对，那大腿比较酸，就是滑一下休息一下这样。App， 哦，我根本没有走路啊。我看我这次进步最多的就是坐椅子。但是你脚下有，我现在已经完全的。我是被椅子车子撞的吗？是有可能，但是我撞那么重吗？但是那我只有第一天、第二天才这样撞，然后接下来昨天开始用屁股撞坐，今天已经变成屁股顺坐，轻轻的进去这样，对啊，而且还帮你顶住一阵，你有觉得吗？叉腰换手，这个也是在练。其实也没有很冷啊，你完全这样弄松。对，我把它弄松比较好。我觉得有对准吗？有，完全的准啊。也没起雾，也刚好。快冷死了！快冷死了！你现在是罩住不冷这样？对啊，没罩。有到了还是有点想的武器，而且刚刚居然才10:10，我们是滑比较快吗？是啊，可恶，这样可能就要滑5趟以上才能去接快，所以我满肚子疑问。哦，对啊，而且今天是咖喱猪排跟咖喱 Ranky， 是哦，今天要狂吃炸的，不是狂吃啊，因为也没别的可以点啊，你要点什么？乌冬也点过了，白咖喱也点过了。不太想吃咖喱。
他有纯炸猪排饭吗？应该也会讲究是。他有纯点上去五颗，还是就是留着留着，反正晚餐已经都决定要吃那个了。你说就像那个天早早回去了。嘿呀嘿呀。我们大概两点半三点之间就收工了，然后去他那边 master order。下雨，我真的比较慌张。对啊，不过上面感觉不到，像不像？上面觉得雪变大的话，就赶快走。温度到底？现在上面没下雪，就是下面没下雨。但是上面下颗粒，下面肯定就会下雨了。今天还要吃 mini 的 cream， 可以啊，你要点的话，还不错吃哎、欸，我觉得。反正他用配配，我就记账了。嘿呀、啊，好可惜哦。怎么好可惜？我那个让你的那个，我都没有记账。就是我到处都给他用，用让你配这样，只是那些店家应该也习惯了吧。等会，拉菲这件事到底是？就是菲菲的店，我用拉菲。拉菲的牌子，然后可以用拉菲。对对对，因为店家应该习惯了吧，他不会觉得疑惑吧？我说应该要习惯，应该说用的人很少，但是他们收了那么久的单，应该也。他们不知道可以拉菲可以通用。应该大家都知道。我都不知道啊。拉菲整合这件事情好像是2021年的事情。之后你就几乎看不到 Line Pay 的牌子了，对，因为它被并到 Pay Pay 里，有点冷，还好，我真的觉得幸好我穿几件。对啊，你看 Pay Pay 现在那么普及，我用它拿5%不是很棒吗？可以都会掉，就直到他放弃这张卡，一两个月吧。没有啊，他是说他这张卡的卖点就是。因为他新推出嘛，对对对，所以他一年之内，我觉得我就是靠他。起来刷他啊！对啊，5%的卡呢，而且配费几乎到处都有，连那种收现金的店也都这样。好啦，我12月就是这次21号回到家里，我就变成。可能你要就是一天到晚切来切去，我觉得活动是要用长高的。长高的就用配费啊。那我切来切去会不会一直要认证？不是切来切去，是用不同的 app 呢。我配配一样都永远用配配啊，拿 line pay 出来就是那设定就是那张卡。哦，拿配配出来就是刷配，就是 line pay， 但是他去读配配的卡去付钱，配配的条码去付钱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但是他是 line pay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最近店家会认为就是配配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说他在看弄给他看的时候 ，Line Pay 不知道怎么优化，就做旋转什么那些的，店家应该会很疑惑吧？这就是我刚讲的问题。好，总是先不管这件事，但是我有一个麻烦的地方是我的 Line Pay 的那个 Line 现在在我的 Android 的第二个 user， 所以我要临时要付的话会。会要手忙脚乱20秒、30秒。我早上忘记把手机拿掉了，它一直在充电，很久没充。i7哦。嗯。我现在有两个，我现在有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就是完全不理它，付钱之前就搞半天。第二个方法是，我又要再做一次我的 line 对调，把 iPhone 上的 line 跟 Android 第二个画面的 line 交换。iPhone 出来就是拿 Line Pay， 对啊。但是 Android 用的账号跟 iPhone 不一样。账号一样。你是说它可以两边都登？但是我是说有买贴图的。我没有买贴图，对吧？那钱那些确定是？钱就是跟着那一账号的。突然间觉得好多人在这里，奇怪了，这是一个班级吗？进阶班，带了4个还是6个？不是4个人。
立一下就弹走。怎么笨拙？那我们要上线，上线很笨。按了一下，按了一下，没有雪在里面，雪都弹走了，我们全身上下。之前都没那么冷，现在脸都湿湿的。对呀，我是没压住，我套着的时候是压着，现在就没压住。因为我后来想一想，把它压在那，就是我每次呼出来的水汽就一直留在那里。这有都用嘴巴吐气啊？也一样，那嘴巴出来也是都是水汽啊。你控制拉往下，那你会从下巴那里出来吗？下巴我直接哦，那应该是可以。我的话口罩就是立体式罩住啊，我下巴也套得好好。还是有一点点急，一点点。现在没风了，进入树林区了。好了，还是会的。嗯。对，我们最强 power 的穿法就这样了。嗯。今天跟前几天比，就是风又更大，风更大。我会前几天是负二，今天负一，还差两度，但是我觉得风还是影响很大。嗯。我不会啊，我今天。稍微等一下下而已，那是我在休息的时候。你看，我没有完全等你，我就走了。我觉得我姿势好像有比较好了。你要我帮你拍啊？这太冷了。对，你的手应该顶不住。我跟你讲，下午再说。我真的上半身我真的正对下面了，而且我比较没有刷刷声了。不过我速度也没有抓得比较慢一点，还有就是我已经这个每个轨道上每个坡度我大概都知道，所以比较不紧张。我发现走左边这边啊，它是抖一段平一段，抖一段平一段。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。它抖的地方下面一定有个平的。出来后面对往下的路，往下的右边，对，抖一段平一段，抖一段平一段，所以抖的那一段就会比较大的一点，因为知道接下来就平了。嗯，也算值得练习，只是不会对称就是。现在第三次，对不对？今天没什么人拖滑。拖滑？对呀。说昨天龙过一次，今天这里应该没弄。连我们那边虽然表面有盖着粉雪，其实好像没有之前那么，好像有一点点硬，一点点。嗯、有吗？你有那种感觉吗？觉得雪板觉得雪板刮过去的那个地好像比较结实一点点。
之前是很多人刮过以后，那个通的厚度大概有两三公分，今天好像没那一层两三公分的碰，大概只有0.5公分碰那种感觉。4K 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该不会回去把影片转出来，发现之前也是 4K 吧？那就太奇怪了。哎，你之前把那个放在阳台，入整夜是普通的吧？对，普通的。嗯，理论上可以录 4K， 哎、欸，不是 4K， 不是普通啦。阳台的话是缩时，缩时就是超过 4K 啊。因为缩时是用照片的那种解析度去算的，照片的解析度比影片大很多。对对对。不过我没有看它的解析度是多少。我只知道是缩时，理论上可以到 4K 吧。看起来都白白的。我是说，现在这一块感觉，以前这里不是会花什么？左边这个，好，那可以吗？哎，上课的走了。他们这样上了上课就走了。哎、欸，他们今天才教上播哎、欸，上播。
你说走路那一段，你留一点点速度冲到这样子的话，就进入变小叮当一下暖的状态。往握拳，不用握拳就不要抓东西，就会比较暖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空位，还是七个空位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你知道，你知道邓凯是去瑞士，就是他是雪精灵的。已经出发了吗？昨天出发了，我看到他的 FB 头。嗯。如果我去瑞士。不知道那里的状况怎样。嗯，这样不是来日本，这样是去瑞士。为什么叫居然？因为我以为日本团会比较容易成团，没想到瑞士欧洲团比较贵啊，贵很多啊。很多吗？我不知道。你是说因为日本机票太疯狂了，所以其实去瑞士？对对对。那瑞士的住宿怎么样也比日本贵吧？那倒是。机票，机票，例如说。机票很贵一点点而已，那边加一万跟这边加一万的感觉是不一样。对，因为那边欧洲，这边是一万一加一万，那边是三四万加一万，哎、欸，没有很贵啊，没有这种感觉。哦，我压在熊掌，高高，湿的。你上一次没有？湿了吗？有湿吗？有，有一点看。都不知道是谁，日子还好了。两个人这样，没有拖，桌子在好难收。你是有什么手指在里面？在里面。他为什么要这个姿势？你这样破了啊！你这样不会漏水啊？不会吧？你今年可以换掉，你就尽量带吧。这个跟橘色啊，我现在就是在带回本的、啊。你说。我上次就是因为以前太爱抓地或什么的，食盐都破了。这里应该都是雪板的，你看两个位置都刚好，就雪板抓雪板。哦，这样子。这里要应该会冷啊。但就还好，没有到整个手指冰冻的境界。哎，我昨天晚上，哎，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帮那个人把枕头订好，但他居然。平常送东西都不用加钱，送料北海道他要加，因为他加350，真奸诈。然后他虽然说今天13啊，嗯，预计是，但是他上面有一大段说不一定是，一定是那个日子。我在北海道300多块。你是订到新野吗？觉得比较安定。我订到他那边，因为他自己也有寄东西，然后他因为他有寄东西，他有跟他已经讲过了，所以你打他的名字，我直接打他的名字，那很好。我想到他有联络过，那就打他的。不知道他是怎么联络的。他很，他很坚持用英文。没感觉，他就不会讲日文啊，怎么？嗯。你在说什么？就他会很坚持。那他就英文比较厉害啊。嗯。啊，他就日文，他就说看不懂，好看，然后就觉得你会签英文网页哦、喔，你有英文网页啊？嗯。震了三下 ，notification。
所以我昨天就跟你说加三百五，然后他又跟我靠，我就跟他说你不要一直跟我靠，就不帮你订。然后我就说三百五日币，他以为是多少？对啊，他就靠什么靠三百五才一百块不到台币，还好吧？就到你北海道那么远来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过你在东京是啥高瓦送的吗？你说在北海道会是什么送？有可能不知道，反正他出货会给我那个追踪号，我看一下。而且应该会比我们早到早，应该是货会先到我们的才会到，所以跟我们没关系，是跟他有关系、啊。然后我就没刷你的卡了，我就直接刷我的卡。嗯哼，他又欠你钱，麻烦，就是我要还。刷卡赚什么？1.5%？哪有？现在有1.5吗 ？Costco 线上算是 Costco 的、啊、，Costco 的不是1.5吗？是1.5吗？还是二？一点五？明年才变1.25。对对对对对对、哦，明年是变成普通1.25 ，Costco 1.25。那到时候那张卡，它就也还是不错，但是它就变 Master 又比我。但是你PayPay是最厉害。5%看它撑多久，那是 Line Pay， 但是、啊啊、但是只有在 PayPay 的地方可以用。哦，对啊。PayPay 的 logo 会很少啊。而且它这个就很奸诈，它只有。对啊，应该说想有 Line Pay 的，好想用 PayPay， 但是只有 PayPay。刚好像就是讲这个、啊，我是说大部分的店家。我就说整合的啊，不是硬拿来，本来就是给你这样用的。对，我刚说的是说店家系统方面，他早就把 QR code 统一了。
我刚刚就有一点，一点点。我刚刚已经就决定要进餐厅前就去一下。扣紧一点，那最后上来就扣最紧，现在就没感觉，没有痛，就是这种的都好解决，都是那种久了就不会痛的东西，肌肉酸痛了。这个是有被背包的吧？还是他一直在擦腰？他一直在擦腰。叉腰，一只手放前面，叉腰提醒自己弯对边。变慢了，更慢了，更慢了啊！又变快了。手套 OK 吗？不管他。我是突然发现右边有三个手指暖起来了，然后暖起来了。为什么暖起来了？我就是我的手。没有那么，还没有冷到完全不行的状态，冷到不行了，差一点点。好，这样。你现在看多冷，你要改戴黑色。黑色的什么？哦，好吧，我今天是怕太热，所以才戴了这个。就有一种被骗的感觉。对，然后一出来，那个温度计就那边还不冷。还要看一下风，还是要看体感。体感的话，会把风的因素考虑进去。哦。忘了看体感。台风都有体感啊。好像有，但是预报的地方好像没有。我是说静止的，说现在，现在好像有体感，但是小时的就没有了。但是小时的你可以自己去估，就是看现看它现在，现在是第几度跟体感。对，体感如果它低个四度，那你那个预报你就想低个四度这样。你才放下一下下而已，一开始你没有放在那里。这个手在毛那里。
包厢，然后就放在上面。对，他在散失热量是吗？嗯，肚子湿了。这一波看有没有去新野那里，你也有看到那个我说的那个下雪带吗？没有没有，没有看新闻，新闻，然后新闻也会画一种类似那种感觉，就是没有到铜花湖那里。我就搞不太清楚铜花湖在哪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那个铜花湖，他以前阿法的时候，他好还有那个火车站，他叫什么什么高原嘞？嗯。所以铜花湖会不会其实很高？所以，下雨什么的，在那里也是变成雪。是啊。就是因为那种广泛天气的。希望他礼拜六可以多开一些。我已经十七号了。我已经，这不是几号的问题啊！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好多你碰我就招式也可以练。就是练习，管他的。而且他如果几乎没什么雪的话，那个雪道压得好好的，是可以练的。我们上一次那个风很大时开航龙岭峰，那个时候下面都积得乱七八糟，就所以才只能直直滑，对吧、啊？就是哦，好松哦，好松哦，但是就直直的滑下去，而且看不到路尾，那个时候。雪大风大，直接掉手机来都找不到。那掉个手机都找不到的状况，这里掉下来没什么问题。好多人哦，一堆小组。
ください。前一次坐上来就觉得有想。爬的还是很丑。我不知道，我就练了练，练了练，时好时不好，我都觉得我的右脚虚站。我就好像就是屁股在乱转。哦，有可能。不是脚，是屁股。不然你也可以叉腰。我觉得那些人叉腰都是为了，因为我们是用那种惯性那种扭腰，不管是斜板或是屁股，扭就是不大对的。所以叉在腰上是一种帮助你不偷扭的方法。认真的在练，甚至于是高速的那种，也都很认真的用那个方法练的。叉腰？对啊，还是我也该这样叉腰练？但是你知道那个到底要怎么叉吗？怎样叉才正确？右转的时候叉左边，准备左转的话叉右边，这样。很简单吧，反正要诀都是一样的、啊、就是三下脚、重心脚、头、身体跟头什么的都要移到那只脚上，插左边是不是就要弯上半身过去？不止插哦，对，就照Jason的说法是，你想象插的那一瞬间是把推进去，上腰推进去，能推进去多进去就多进去。要带着大桶去尿尿，有点麻烦。有要故意少吃些些吗？为什么要少吃些些？因为接下来的晚餐就可以多吃一些些，但是多吃是要多吃多少，它也不能点三道啊。一个汉堡，一个姜汁烧猪，那个量是等于一个glass的酱了啊。可以啊，因为昨天的已经是一种酱，其实那个酱它其实就在下面，搞不清楚。这一趟是吃东西，好吧，那就看状况吧。我本来想说，还要有饭的话，那 Zanky 就只有咖喱 Zanky 饭，那猪排的话就是咖喱猪排饭，还是有没有咖喱的猪排饭，那就要点没有咖喱的猪排饭，因为咖喱可能会让下午一直打咖喱嗝吧，感觉不好。风改从右边来呢，觉得右边眼睛亮亮的。也有吹，也现在又没有风，也湿的。嗯，对啊。对，它真的都会湿的，太麻烦。手摆过以后，它很麻弄，在里面应该会更干。会干啊。我放下之后，我就千万都不移开，坚决不移开。不过我左边的这边上面也是，就是上一次放的地方造成的，湿了，很明显这两个地方，赶快把它压住。所以你不管是哪一件，一直都一样，大腿都会湿。
不过这个比较会泼水一点。这怎么掉了？你说一个扣子掉了吗？嗯。有勾住的感觉。最近我们的同步周期都刚好是它在中间的时候，都没看到车厢。就是我们滑一轮，它都刚好开到中间，因为我们15分钟一轮。你今天会冷吗？身体会冷吗？不会啊。那点互相拍一拍，醒再进去好不好？嗯，一点点。你的帽子里有一些，等一下再弄。这种魔鬼蛋就会把血粘住。我的是套在手套里。可以用手背拍，我不要用手背拍。那可以关掉啦。还是停下来再关。嗯，进厕所前。你的左下角有一点，有一滴。哎，你镜头上有两滴、三滴。嘿，至少有三左空位。被拼着要走下来，你不用下来，你拿给我就好了。是啊，那我放这边。去那个洞。